那何家学校呢？你过来，慢点啊，抵得痛。你能控住，你抵得开吗？他从那过，他还抵得痛。你能控住？他想象的他自己比这个高，知道吗？他觉得自己很高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控不住你，你真的过于控制你。哎呀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老公。你觉得你很高吗？看顶的头。教练。嗯。我这等于上一周多了，马上13周。嗯。该做 NT 了。NT 是啥？NT 都是一项参肩。坐月，我带你去做。但是我想着吧，你看哈，他跑了，把他抱过来。你臭小子，光往外窜。跑得快点的话，你就撵不上他。但是这个 NT 就是人家全国都是，也不是全国吧，有个别地区是免费的，但是就是得要结婚证，没有结婚证都得自费，有结婚证免费。你意思是啥？还有那个唐筛，有三项检查都是有结婚证都是免费的，然后没结婚证再自费再自己掏钱。把结婚证领了。嗯。我也不知道在哪。哎呀，真棒真棒真棒！我跟你说，小安子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每次捡垃圾桶都拿一桶的，他扔了好几次。真棒真棒，来，爸抱一个。来。有地方的板子给掉了。咱就这领了吧。你老三，你彩礼还没给呢。你的意思不是先剩个钱了，那先领结婚证呗？你要是自己掏钱嘛，就感觉这个钱花的冤，人家都是免费的。自己掏钱，三项检查下来也得1000多，一项也得200多。打火机有没有？打火机，小林，你打火机，给俺大爷用用。你看大点。你捡那没事，你拿回去烧。来来来来。来领一把。小林儿。我。俺领了彩礼，你啊不是俺领了彩礼，俺领了结婚证，你彩礼还给不给？给恁能，肯定会给恁嘞。啊？那领了就。领了就吧。领了，反正检查都不用要钱了。是呀，不剩1000多块钱呢。领了就吧。成功了吧？啊？你这一笑，我总感觉有一种上当的感觉。不会不会。